兄弟们，我又要去肛肠科了。现在正是下班的高峰期，打不着车呀，我只能忍受着疼痛跑着去。我好像撞到了人，老板。小妹，你干什么呢？老板坚持要送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可刚坐到车上，我去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儿子的生日蛋糕。刚坐那一下，裤子里外不是人了。这什么味儿啊这？我赶紧打开车门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先找个没灯的车后面泄洪一下吧。Hello， 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。此人呐，让你寝食难安，念念不忘。谁呀？